张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哦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拿就好了。免税预购啊。你好，我要来提货。登机证，好。这个，我很好奇，你知道你买了多少？哎，我觉得你的购买力。好，谢谢。直接当房间信用卡。好。三姐好霸气哦。好了。耶！对，这就是我订购的东西。哎，我们要去见很多台湾人，一定要买足啊，面子要做足。你买了一整个商店呢。没有，谢谢，谢谢，太沉了。哎，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如果你不想要就是出国前来提领的话，你可以先来跟他领，然后再寄放在你们这边，对不对？就是回国再拿也可以。哦，你说比如说我买一些像化妆水啊，或者是什么液体不能带出去的那种，回来可以再拿。没错，我先来开这个小包。好，小包的。小包的是。没有剪刀或是刀片哦，好像也不能带出来。好，对不起。我看，就是这个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个东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，这已经经典了。是经典，但是这个没有很便宜，所以我每次都会来机场。只要我上网在这个免税店网站上买，就会比我在实际逛这个免税店还要便宜很多。然后又它可能会定会组合。对，加起来，瓦萨比口味的，这看起来好吃哦，天妇罗太有代表性了吧，香哦，因为我还没吃早餐，好吃哎，好喜欢哦。有人发现一个重点哎，他说不是要送人的吗？怎么都自己吃了？哎，我们要去见很多台湾人，一定要买足啊，面子要做足。对耶，我没想到这件事。刚刚只是想到要开起来给你们给大家看，对啊，情不自禁。我也饿了，然后你也饿了，吃一点也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们是性情中人嘛。